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.你的弟弟喜欢什么？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现在上课。现在上课。现在上课。今天我们考试。今天我们考试。今天我们考试。明天我们学习新课。明天我们学习新课。明天我们学习新课。后天我们看汉语报纸。后天我们看汉语报纸。后天我们看汉语报纸。我们去唱歌吧。我们去唱歌吧。我们去唱歌吧。我不想去唱歌，我想去跳舞。我不想去唱歌，我想去跳舞。我不想去唱歌，我想去跳舞。晚上我回家。晚上我回家。晚上我回家。今天晚上我们出去玩吧。今天晚上我们出去玩吧。今
天晚上我们出去玩吧。好的。好的。好的。好吧。好吧。好吧。这是我的手机。这是我的手机。这是我的手机。我没有手表。我没有手表。我没有手表。你送给我一个手表吧。你送给我一个手表吧。你送给我一个手表吧。对不起，我没有钱。对不起，我没有钱。对不起，我没有钱。你可以给我你的。你可以给我你的。你可以给我你的。我不想给你我的。我不想给你我的。我不想给你我的。好吧。好吧。好吧。你的眼睛很漂亮。你的眼睛很漂亮。你的眼睛很漂亮。谢谢，你的眼睛不好看。谢谢，你的眼睛不好看。谢谢，你的眼睛不好看。你的眼睛红了。你的眼睛红了。你的眼睛红了。
对，昨天我没睡觉。对，昨天我没睡觉。对，昨天我没睡觉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喜欢红色。我喜欢红色。我喜欢红色。熊猫是什么颜色的？熊猫是什么颜色的？熊猫是什么颜色的？熊猫是黑色和白色的。熊猫是黑色和白色的。熊猫是黑色和白色的。医院在哪儿？医院在哪儿？医院在哪儿？医院在火车站的旁边。医院在火车站的旁边。医院在火车站的旁边。医院在火车站的右边吗？医院在火车站的右边吗？医院在火车站的右边吗？不是。医院在火车站的左边。不是，医院在火车站的左边。不是，医院在火车站的左边。你在我家外边做什么？你在我家外边做什么？你在我家外边做什么？我想进去。我想进去。我想进去。你不能进来。
你不能进来。你不能进来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我说的对不对？我说的对不对？不对，你说错了。不对，你说错了。不对，你说错了。你每次都说错。你每次都说错。你每次都说错。你是一个笨蛋。你是一个笨蛋。你是一个笨蛋。不是，我是学生。不是，我是学生。不是，我是学生。你说的对，非常好。你说的对，非常好。你说的对，非常好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欢迎你来我家玩。欢迎你来我家玩。欢迎你来我家玩。几点？几点？几点？你可以八点来。你可以八点来。你可以八点来。你送给我一块手表吧。你送给我一块手表吧。你送给我一块手表吧。
好吧。好吧。好吧。你在哪儿工作？你在哪儿工作？你在哪儿工作？